频道终于突破70万订阅大关啦！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也会遵守我的承诺，送出 iPhone 11 Pro 来回馈给你们。你们现在只需要确保已经订阅了我的频道，并且打开了小铃铛，还有追踪了我和 Cherry 的 Instagram， 之后我就会从中挑出幸运儿，把这个 iPhone 11 Pro 送出去啦。所以我们继续看影片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元。那你们看到吗？背后这边是新的背景了啦。这个看这个图画，这个壁画，真的壁画是我亲手一片一片粘上去的，很有成就感。然后这一边呢是 Cherry 塔新的小天地，全新的环境，舒服。OK， 回归正题。如果各位观众有看我前两部影片的话，你们就会知道我那时候我们去旅行的时候，去兰高义那一天，我就有跟阿旺两个人跑进了米斯跟 Ryan 的房间的厕所里面躲住。然后第二次我们去惹当的时候，我就跑去了芬蒂跟吴先生的房间那房间的厕所里面躲住，也是一样跟阿旺。但是这一次呢，我觉得你们看标题就知道我今天的目标是谁了啦。你看我穿到这样子，就是一个出街的打扮嘛。等一下我就会佳佳跟 Cherry 讲，我跟Benny 啊，或者是阿旺啊，或者是谁都好啦，就跟他们出去做一些东西，可能去买东西、去吃东西之类的。然后 Cherry 他今天呢，他其实是要赶片的，还要剪片，所以他今天会跟我一起出门的几率是非常的低。所以，因为他现在在下面吃东西嘛，所以等一下我就会跟他讲我要出门了。然后他就以为我已经出门了，然后我就会趁他没有看到、没有注意的时候，偷偷在躲进我们的房间的厕所里面，然后来偷窥他、来监视他，看他趁我就是我不在家的时候，他会不会有什么一些我没有看过的举动，或者是我意想不到的动作，或者是等等我意想不到的情况啊。所以这一点我也是非常的好奇。想到一个方法，就是我 WhatsApp 给 Cherry， 然后跟他讲，叫他去楼下 check 看我那个洗衣机，我该洗衣服，叫他去 check 看我有没有放肥皂粉啊，什么，就是随便找一个理由骗他走去楼下。比亚比，你帮我去楼下那个洗衣机那边看，我刚才洗衣服的时候有没有放肥皂粉，因为我忘记了我有没有放那个洗衣粉，所以你去帮我看一下，因为我现在跟 Benny 已经出这门了。
我没有 expect 到你来敲门吗？你多久了？大概20多分钟。我跟你讲，这个 footage 啊，你跟我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 Oni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他刚才 Oni 讲的，他跑来厕所那边，他看着我，他很拱那样看着我，然后他再看一下 Cherry， 他讲，我奇怪，怎么他跑去厕所那边？对，你就奇怪跑来厕所那边是？我怕你跑来厕所，看他在厕所做梦，然后就去播了。因为他一直在捉搞我。可是幸好我们没有做什么动作。有，我好像快要你挖鼻屎。哪里有 ？OK， 所以今天的影片，我觉得欧尼才是重点啊！欧尼真的是太可爱了，我在里面真的是忍不住差点笑出声音，他真的太可爱了。所以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啦。OK， 然后 Cherry 趁我不在的时候，也没有做一些特别不一样的东西啦，就是。
让我有点失望，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看。你做什么？我以为你会做什么我 expect 不到的东西。对哦，对哦。OK， 所以今天面到面结束了，拜拜，我们下集见。拿吹风筒，拿吹风筒，拿气，拿气。OK， 不要来敲门了啊。OK， 拜拜。